老刘聊英文，基础英文第三集啊，动词有三态。那基础英文呢，当望文生义呢，就是比较基础的啊，简单一点啊，因为有些单元呢可能会稍微复杂一点，那就是比如说年纪轻一点的了哈啊，基础比较基本的，我们可以打一点基础啊。那我们看今天聊这个动词有三态，因为英文有词性嘛，有名词啦、动词、形容词等等。那其中这个动词呢，就动作啊，中文就翻动词，它有动作的一个词啊。可是呢，我们都讲动词、名词，其实应该叫动字啦、形字啊，但念起来怪怪的，因为它这是一个字嘛，一个字怎么叫词呢？词是两个字以上叫词嘛，是不是？一个字叫做字嘛，啊。所以你说动词，可是都是一个字啊，啊，那动词呢，它有三态，就不是三个态度，有三个状态啊，有三个形态啊。那什么三个形态呢？就是说，它有现在式、过去式，好，跟一个叫过去分词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英文是比较强调一个时态，就时间啊，时间。那所以从英文呢，就是说这个动词呢，它是现在式，就表示它是现在发生了，过去式又是已经发生了啊。那中文这方面就是比较没有像它啊这么要求。那你说现在式、过去式很好解释，一听就懂啊。那什么叫过去分词？那就是现在、过去应该是一个未来啦啊，但是未来是另外一回事。它就所以很多人文法到这边就搞不懂，那应该现在式、过去式、未来式，可是动词它不是。它现在是过去式没问题，它还有一个叫过去分词啊。简单讲呢，就是被动，因为我们说现在是过去式都是主动嘛，哈，就是啊，那这边被动应该是这个被动啊，被动式。好，那个好，我们来实际上看看，这样了解一下啊。譬如说现在是我们用。啊，我们用 tell 啊，用这个字来做举例啊。当动词有很多了哈，我们用简单一点的 tell 来做一个例子。Let me tell you not to do it， 让我告诉你那个事不要去做，不要去玩火，不要杀人放火，不要偷钱了。啊，那就是现在式，因为现在式就是 tell 啊。那为什么？我是单数后面呢，因为它前面有个 let 啊，实义动词，就 let 后面加原形动词。如果一般单数它后面加 s 啊，那个复数不加 s， 但是因为前面有 let 后面是加原形动词，不然的话它就要加 s。那过去式呢，就是说，就变 told 啊，它的过去式啊，就不是 tell， 所以就是呢，英文就是说现在式。是一个字，过去式呢，它为了要区别，哎，它就换另外一个字啊，就变 told 啊，就说 I told you not to do it long ago， 我早就告诉你了 ，long ago 是早就了，早就告诉你不要去做了。好，那第三个比较难了解了，就是那过去分词，你也不要去讲那个，不要强调过去，它就是我们就是被动了，就现在是过去式跟被动式啊，这三种。啊，I was told not to do it， 我被告知不要去做那个事情，就是人家告诉我嘛，叫被动啊，我被告知。那被告知呢，它是用过去分词，所以英文的三态呢，我们就说有现在式啊，有过去式，还有一个被动的过去分词啊，这三个。所以英文都有这三个三态，我们在叫做动词有三态啊，三态，现在是过去式跟那个过去分词，那其中过去分词是被动的啊。那然后我们看看呢，那这个动词三态呢，这个就有点麻烦了，因为动词都有现在式、过去式跟过去分词啊，可是它有点复杂呢。譬如说现在式它是一种模式，一种字，那过去式跟过去分词呢，哎，是另外一个字，可是两个是同样。譬如说我们说 tell 告诉，
它的过去式跟过去分词都是 told 啊，所以等于三个态，但是有两种写法啊。现在式是这种写法啊，那现在式是这个，那过去式跟过去式分词是同一种。那这种在英文字动词里面呢，它的情况是发生几率最高的、最多的啊。那可是呢，你说另外一种又不一样了。现在、过去跟那个过去分词三个都同一个字啊。比如说我们说打 ，hit 是打，哎，现在是也是 hit， 过去式也是 hit， 过去分词也是 hit， 这种也有啊，不多，但是也有一些字啊。这是第二种情况，有啊就少一点。那第三种呢，就是那个三个都不一样。比如说我们升起啦、站起来啦、升起啦、高升啦，啊。它的原型动词就现在式是 rise， 它过去式是 rose， 然后呢它的过去分词呢就被动式的是 risen， 然后三个字又不一样啊。所以呢这个常常让亚洲人在学英文的时候觉得头很痛，但是简单讲起来啊，有这三种情况啊。第一种，过去式跟过去分词是一样的啊，他们跟这个现在式是不一样的啊。第二个，他们三个都一样的，第三个他们都不一样，所以一个全部一样，一个全部不一样，一个是部分不一样啊，就简单讲是这样的。那然后呢，我们说那个英文有现在式啊，那现在式呢啊，就是说它只要加一个 ing 就可以啊，加一个 ing 就可以。那所以说，譬如说 I'm telling 啊，这边加一个，少加了一个 while you。I'm telling you not to do it， 我告诉你啊，不要去做它啊，不要去做它，加个 ing 就可以。那当然以上讲的呢，它都是一个基本的啊，一个基本的概念、啊、当然呢英文它没有那么单纯，它真的在用的时候当然就千变万化了啊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嘛。那你了解一个基本架构之后，以后不管它怎么变啊，那就会比较了解一点。那么动词呢，在英文里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因为一个句子里面呢动作最重要，那名词也很重要，可是名词就是顶多就是它有很多它代表的意思变化，可是那个动词呢，它是一个句子里面呢它是最重要的一个组成分子啊，因为它是动作，每个句子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动作啊。那当然以后有机会也会提到了。那动词呢，除了有这种三态，今天讲的是三态，现在、过去跟过去分词啊。那我们这边再念一下，现在是 Let me tell you not to do it 啊，现在是。那过去是呢 I tell you not to do it long ago。 那过去分词被动呢I was told not to do it 啊，那我们再一次熟悉一下这个局部不一样的三态 tell told told OK 三个都一样 hi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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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三个呢都不一样 rise 不要念 rise 好 rise rose risen 啊，不要念 risen risen 然后加一个进行式啊，就是那个 ing 的进行式，我正在告诉你，我目前就是告诉你 I'm telling you not to do it。 当你说未来是加一个 will， 就 I will tell you 加一个未来，那个比较简单。那以后有机会再提到，这边顺便稍微提一下，就是说动词它除了这个三态哈，就是我们要有这个基本概念啊，你用现在式要用哪一个动词啊，那么过去式要用哪一个，如果被动要用哪一个字啊，这是第一个观念。第二个观念就是，如果说呢你是单，就是名词是单数，那么动词后面要加 s 啊，如果复数的话呢啊，它后面就不要加 s。 那最后一个顺便也先提一下，就是说还有一个动词，有一个要特别要注意的，就是动词呢它动作呢它分为一个呢啊及物动词跟不及物动词，那以后有机会再讲。
那及物动词就是后面要接，就是它有个动作，我打你，我爱你，它有一个受词嘛，我打你，我爱他啊，后面有个受词啊。那不及物就说，比如说这个旗子升起来了，它没有说升到高空、升到地上、升到哪里啊，它有个及物动词啊。所以简单讲，我们对动词了解，我们从今天顺便聊一下。第一个，你要有现在式、过去式跟过去分词的观念。如果进行时加个 ing。第二个，动词呢，如果是前面名词单数，它加 s； 如果复数，不要加 s。然后那个动词呢，以后会提到，那么它有及物，及物就是它动作后面有个受词啊，有个接受的词啊，不及物是没有。那这个会有点不一样，以后有机会再谈。好，今天讲到这里。